发新专辑的 Twins 组合，个人发展却十分活跃。时隔不到一年，周星彤便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完整爱》。其实我也觉得很快，不过还好了，就五首歌。也首播了这首由周星彤自导自演的音乐微电影，微电影中有客串出演的张韶涵、周汤豪等圈内好友也到现场为周星彤助阵。不过整张专辑从音乐合作到现场助阵上都没有出现队友蔡卓妍的身影，确实让人匪夷所思。我跟阿萨其实那个关系是跟家人的关系非常，现在我们没有说分开，也没有说不一起发专辑，或者是但是就是那个机会还没到，这次我就没有邀请他去帮我了，因为我就更希望是我们可以拥有一张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专辑。每一天两种不同的心情，走过了珍贵的三年。